a long, long flight for a long flight. But yeah. She did great. It's just I watched her the entire time too. You didn't sleep. No. I know. I took our granddaughter to Europe, to Scotland last year. She was 1.5 at the time. That seems harder because they want to roam around. She was great. She was. I had little headphones for her. She did that. She did, but I didn't sleep at all. Right. Hello and welcome to everybody. Thank you for coming. 欢迎大家今天的到来。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加入这一节的讨论。那么就是读心术。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有关于如果怎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社会颠覆性的技术会有怎样的社会影响？我也是 Ehan Cho， 来自于科学杂志。我呢也是有关于研究方面的委员会委员。今天呢我们要讲科学方面的内容，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与此同时呢也是最为复杂的，关于大脑这个科学，也就是读心术。什么是读心术呢？首先可能大家不这样想，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读心者。每一次呢当我们和另外一个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和朋友家人交流的时候，我们进行激烈的商业谈判的时候，你都在试图推断对方是怎么想的，有怎样的感受，你有大量的信息来帮你做出推断，这个人是怎么认为的，以及他的感受如何。那么所以这里面有什么新的内容呢？也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前景，就是可以利用技术来帮助我们读心，来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那么甚至记忆。那么今天我们有非常出色的这个讨论小组，他们的讨论呢希望能够来讲到一些新兴的技术发展以及潜在的影响，以及呢很多的问题涉及到这些技术发展的问题。首先 Eric Garden， 他是 Interaxon 的共同创始人和 CEO， Morelli 精神病学的教授，杜克大学脑科学学院，他也是来自杜克大学。接下来这位女士是哲学系，杜克大学。还有呢国家精神健康学院的教授。那么我想首先倾听一下各位的观点，能不能把问题提出来呢？我们在过去几天当中在线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那么让上这个网站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谁是你信任的人，你愿意将你的这个记忆和你的想法向其公开的？大家可以举手。我们相信不相信任何人的请举手。好的。你可以多选哈，谁会相信这个雇主，相信你的老板，请举手。How about your doctor？ 你的医生呢？会相信医生的，请举手。会信任法官的，请举手。The police？ 会信任警察的，请举手。And the government？ 会信任政府的，请举手。好的。所以呢来进行一下对比，然后这是在线的这个调查，和我们在这里的调查的结果非常相近。那接下来我想倾听一下每一个专家，那么用5分钟时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些技术，你觉得这种技术非常有趣，那么你认为它潜在可能有哪些影响？那我觉得呢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去理解一下这些技术对我们的头脑产生的影响。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应该有能力了解我们的内在状态。如果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同样的机会呢在大脑当中
也存在，也就是说呢，在黑暗世纪当中，我们完全不了解我们大脑的行为方式，以及呢，比如说医疗，在原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完全都不了解那个医疗，我们不想回到那个时代了。包括呢，像以前这种小儿麻痹症，都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它。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用技术更为有效地理解大脑的程序。那么要理解这个读心呢，实际上一种方法就是 EG。 那么主要是在这方面呢，实际上呢是不能读心的。你能做的就是改变你大脑的状态，这样的话你可以有的时候更放松，有的时候呢更这个活跃，那么更专注。所以呢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工具帮助你，教会你怎么样去静心，怎么样去进行静坐，这种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呢什么时候你的大脑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ADHD 呢就是多动症，本身也是一种问题。那么如果呢对于多动症的患者，我们要告诉他怎么样去专注，要教会他专注。那么对于这样的患有 ADHD 的多动症的人呢，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专注，怎样才能专注。我们用这样一些技术来帮助他们。那么在你进行冥想的时候，那可能呢你可以更好的去恢复你的这个大脑的状态，来避免这个交通意外等等。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读心术呢也能更好的去控制一肢。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呢四肢残缺了，那么他们如果通过大脑的这个程序，通过技术可以更好的控制他的四肢一肢，这样的话呢能够很好的控制机械手，就好像自己自然的肢体一样。如果去看一下这种技术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小心和忧虑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隐私的重要性，我们不希望其他的人能够了解到我大脑当中的内容。所以呢我完全的相信我们必须能够提前的预防这样的一个数据泄露和隐私侵犯的问题。这样的话呢能够创造有责任的技术，能够在这个安全保障方面、隐私保障方面做得更多。好的，谢谢 Raleigh。 下午好，非常的荣幸能够在这个杰出的专家组以及呢观众面前来讨论一下。我想谈到 MRI， 它是一种这个核磁共振。那么功能性的核磁共振可以去在你休息的时候，或者思考的时候，或者在从事某种任务的时候来扫描你的大脑，但是通过这个血氧以及呢血流情况来了解大脑的运作。就像EG一样呢，它呢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方法，但是呢这种方法可以呢深入的反映我们大脑的状况。用这样的这个核磁共振，人们已经开始进行早期的这个初步的读心术。那么接下来我想讲其中的一个应用，我认为这个应用是非常深刻的，而且是很好的，尤其是重新的界定我们认为究竟是什么叫做脑死亡，以及呢我们怎么看待意识。那么所以在神经学科当中，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有全球几十万人呢是受到这个比如说中风啊，或者是脑外伤，或者其他神经的问题，那么使得他们失去了意识，或者是呢处在植物人状态。那么所以呢医生必须要确定究竟他们是脑死亡还是不是。因为如果是脑死亡的话，他们就用不着呢去上这些生命支持系统，那么或许呢家庭也可以宣布呢他的这个器官可以捐赠给其他的人。但如果他们还没有脑死亡，那么医院就必须要去付出更大的双倍努力让他们活过来，如果只要有一线希望。那么直到最近之前呢，我们其实并没有非常好的可靠的技术。正常的方法呢一般来讲就是评估
一下这个人，从这个神经研究方面，可能 EG 啊，但是很多的时候都不是那么界限清晰，所以最近，那么有了功能性的 MRI 之后，就有可能做到这样一个核磁共振。那么去，虽然这个人已经麻痹了，他不能够开口讲话，但是可以教育他呢，让他能够假设，假想自己在做什么。那比方说呢，一个人在假想他打这个网球，那么就可以展示出来呢，在他的这个皮层当中的一部分呢，这个大脑的这一部分发出亮光，这就说明呢，他确实在假想自己打这个网球，这就说明他是有意识的，有这个信息之后呢，就能够决定这个人或许他没有脑死亡，他还有一些较少的意识反应。那么还有更进一步，另外一个患者，他呢被假定是脑死亡，可能已经死亡十年了，觉得那么医生和医院呢正在考虑，就是把他的生命支持系统给关掉。那么我们也可以视觉性的来了解他究竟是不是能够打球，但是呢，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痛苦的话，那么假定你不要去打，你不用去想象自己来打网球，但是如果你不痛苦的话，就想象打网球。那么结果后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信号，原来呢他是想象了自己打网球，那么就说明呢他是不痛苦的。那么这个科学家们就开始去分类，那么对于不同的图像，成千上万的图像，大脑有怎样的反应？比如说呢，对披萨，那么和其他的食品在大脑中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可能对于意识很少的这个患者，你可以说你想要披萨还是要什么？那么就通过分析他的这个大脑所在这个核磁共振当中的成像，就可以知道他的意识情况，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几千的这个上万的这个患者得到帮助。我是一个这个生物方面的抑制专家，并不是神经科学方面的专家，所以更多的从法律和技术的交界来讲到一些问题。所以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一些事实，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和预测一些这些技术的应用。在一开始我想讲一下 MRI 核磁共振。那么这方面呢确实是真正的科学， Jack Allen 呢进行了研究，他是伯克利大学的，他进行了非常好的一个实验，那么非常的详细，这样的话很接近于读心术了。他所做的呢就是拿来这个受试人员，然后呢给这些人呢展示成千上万的一些图片呢，从 YouTube 下载的一些视频等等。那么接下来呢他创造了一个计算机算法，那么就像一个神经科学家的分析一样，那么他给这个计算机展示相同的图像，以及呢这个功能性 MRI 核磁共振扫描的结果，也就是实时的当看到这些图像的时候，人们脑中所显示出来的这些核磁共振的图像，那么所以呢计算机呢就可以计算了。接下来呢他又给了不同的新的 YouTube 的这个视频给这些受试者，然后呢让这个计算机能够去输入这些核磁共振所反映出来的脑的反应，那么计算机需要猜一下这些人究竟根据这些反应究竟看到了什么。实际上呢计算机的猜想是非常好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是很模糊的一些图像，那么因为呢实际上呢在你视觉上看到一个东西之后，你的这个大脑皮层会有所反应，那么你可以能够很好的去看，就是计算机能够将这些图片和人们所看到的东西联系得很好。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你在吃早餐，那这一点呢对你的这个大脑前皮层呢会产生非常的明显的影响，然后我们有这个算法之后就会预测到他这个早餐吃的是什么，然后呢会可以解码，然后呢也可以读故事给人们，这样的话呢你有这种脑子的这种字典，这是基于呢我们说的这个方法，还有 EEG 的这个技术。
这个呢，也就是说一个电子的改变你的这个脑子。我想呢，刚才他也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你是不是困了。那么刚才呢 ，Jaguar 呢也是说了，他们开始呢有一些技术，然后呢，他们可以看一个人如果困了的话，然后想象一下，谁会想要更多的这个信息？那么保险公司呢也知道，如果你正好特别困，但是你开车的时候呢，这会导致你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事故。那么在美国呢，有一些相关的开车你困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法律，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呢做一些意记的这个工具，把它和这个 iPhone 啊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它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用，你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数据。所以说呢，人们如果想把这个信息给政府或者想给这个医生等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愿意把这些信息呢给那些公司，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从中呢也会得到一些好处，比如说看一下你这个紧张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休息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还可以看一下你到底是不是饿了。所以你在街上走的时候呢，你有这个 iPhone 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个工具，它使用了这样的技术，这样的话呢你开始觉得有点饿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呢就会在你的这个脑子里呢有不同的变化，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意记的这工具呢显示出来，这样的话呢它通过这个蓝牙的技术呢和你的手机来接触，然后呢你的手机呢有 GPS， 你就可以定位，看看呢附近有没有餐馆。忽然之间呢，你也可以看到20%，你这个手机上会显示在哪儿吃饭呢？可能还有这个折扣。那么你愿意不愿意呢？使用这样的信息呢？也许呢，我们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因为现在呢，我们都有一个检查我们健康状况的一个手机上的应用，所以说呢，这肯定是有的。比如说，你是不是关注了？你是不是饿了？这些都可以反映出来，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这个信息给别人，我们是不是不愿意把这个信息给别人，还是说那一些公司，比如说公司是不是想有一些你在工作的时候生产力的情况，你是不是集中精力工作了，还是说你正走神了？这样的话呢，保险公司呢也想知道，如果你要做一些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风险。那么法律系统、司法系统呢也想了解这样的信息，我们说的这个情况，这样的话呢来解码一下这个证人看到的东西。比如说证人说他看到了一个这个犯罪的情况，或者是呢他们有一个嫌疑人，我们想通过这些技术呢来看一下这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那个犯罪的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呢把他的视觉方面的东西从他脑子中呢这个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来解码。我想呢，这就是一些问题是我能想得出来的。不光是说呢，这个技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而且呢，这个技术呢会有潜在的这个影响，对于人的这个隐私，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能力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呢，可能有一些认知方面的这个能力。实际上呢，这个对话已经非常有意思了。我想呢换个方向来谈，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呢，我们更多的呢是考虑呢我们怎么样更多的了解人们的这个经历了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压力呀、或者他们的痛苦啊释放出来等等。那么希望呢就是或者是通过EEG或者是通过这一些影像，我们会有更好的方法来做这样的工作。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倾听，这个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那么技术给了我们一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使得我们能够有读心的能力，比如说人们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这个经历，那么我们可以有读心术，这个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因为这个行为本身以及我们观察，客观的观察人们的这个行为，也可能是最好的这个工具之一，使得我们能够解码这个脑子里在想什么，然后呢再看一下在这个主观的这个意识之外。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些图谱啊，68%的人就会说他们不想让别人看他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是指挥他们行为的想法。但是我们每个人呢，实际上每天都在分享我们的这个行为在线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实际上这也是被使用了，而且呢是被深入的使用了。所以说呢我们
自己的行为是被仔细的监督了，可能是出于这个营销的目的。但是呢，如果使用这个做健康方面的这个工作，可能大家感觉还不是特别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我之所以说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最好的生物标的，如果人是心理方面的东西，那么他们在因特网上在探索些什么样的东西等等，他们父母也要看一下在网上他们孩子做什么，这样能更好的理解他们的孩子的行为。这个呢，比如说也许呢是更准确的一些方法，它并不是需要使用高科技。当然了，它会用一些高速的计算能力。然后呢，我们把人的这个发言用我们所说的这个语义图谱来解释人们所说的话的意思。这些东西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种方法，让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人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即使是在我们在跟他们接触之前就可以用这个电脑来把这个发言进行解码，然后看一下他的脑子的这个组织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是更敏感的，比我们从临床的角度来讲更敏感。所以说呢，从了 EEG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高科技的这种方法呀，当然这也是非常贵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就仅仅是能把行为解码，特别是人的发言，还有一些活动啊，这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可以告诉我们了。但是这些因素信息呢，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加以使用，以便能够使我们更好的做好这个读心术。非常有意思。在这儿呢，我们谈到了潜在的积极的影响，以及这些如何能够改善一个人的这个状况，看看呢他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或者什么。那么有什么对这个技术的使用不当的潜在的可能性吗？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所有的这些技术啊，实际上都会不断的发展的，也会变得更好的。我们也会能够预测人们的这个脑子的健康状况啊等等。那么有些什么样的红色警示线呢？我想呢，我们有了这样的工具，一个应用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神经标识，如果没有得到允许的话，人们是不应该使用你的脑子里的信息的。那么实际上呢，基于我们在线的行为呢，会有很多的根据在线行为的有针对性的营销行为。这个呢，有些情况下呢，这个数据呢是涉及到隐私的，可能不应该在营销上过多的使用。因此呢，我们要确保呢不能够被这样的使用。实际上呢，这也说到了刚才所提到的一点，也就是说呢，我们已经在把我们的信息，我们自己脑子的这种意识都给出去了，人们用它呢做了营销了。那么从我们的行为中人们获得了信息，或者是我们在 Facebook 上发出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会引发他们做什么样一些活动呢？我想呢，一个人自愿的所做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一个人选择干什么，那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免费的服务，我们都使用了，这些东西实际上也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的生活方面的一些行为和习惯，来预测一下我们会买什么东西。这样的话呢，可能会使我们的生活呢变得生活越来越方便。他们推荐的东西我们可能也会买等等，或者他告诉你有一个新的东西，新的鞋他都告诉你，那可能你看了以后你想买，因为他已经知道你什么样的偏好了。那么如果我特别饿的话呢，我又喜欢这个寿司，我通过了一个寿司的这个店，我有 GPS 的定位开着，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知道哪有寿司店了，我觉得没问题啊。
还有一个风险，就正如刚才所指出的那样，那么如果超越了这些的话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呢，在有些方面来讲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这个工具、这个钥匙给了别人，人们可以获取我们的行为模式。我想呢，如果要再往前迈一步呢，如果大部分的在座的各位都是在听，但有的时候呢，你们可能也在有别的事儿走，你可能想买个东西，你又不想让邻居知道，或者是等等。那么如果呢，你脑子里忽然有一个想法，那别人看到了你这个想法，那么这个你可能不想让别人知道。即使是你的这特别困了，你也不想让人知道。我觉得使用这个技术，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公司，它有一个 EEG 的这个工具，他们有一个猫耳朵，这个猫耳朵呢就下来了。你困的时候，如果它又竖起来的时候，表示你又醒了。那么如果把它放在这个教室里呢，那学生带着的话呢，谁要是耳朵耷拉下来了，那我们就要把谁叫醒。我觉得这个呢就获取了人们的这个信息，使人们会感到可能不是特别舒服。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问题啊，你说的也对，有些东西呢都是在进展之中。我想呢，这个风险可能就是说我们可能过多的夸大了这些工具能做的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你一些东西，你可能本身都不知道。我想呢，目前为止这个技术啊，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呢，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变化，可能你通过这些读心术和你跟面对面的跟他对交谈获得的信息不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些工具，这并不是说我们做不到这些，我们说现在的工具还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真真正正的做这个读心术，这是人们所担心的那种真正的读心术。我觉得我们会考虑到它的潜力，同时我们得现实，也就是说，如我们要有一个局限性，我们这个工具还是有局限性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哈，你说的是非常对的。而且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人们要使用这样的技术，比如说前面讨论的，人们想用一些技术呢来甄别在某些地方是不是有生命迹象等等。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看这个谎言识别器，这个呢比如说在这个审判这个犯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公司呢开始用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如果你跟他们说实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你的认知的这个环儿就少，而你要是说谎的话，可能就图形就不一样。那么他会问你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你的脑子的某些区域工作的特别多、特别频繁，说明你可能在这个撒谎等等。因为这些公司呢说97%的准确率能够告诉人到底是说谎呢还是说的实话。那么有美国有五个情况，五个案例，人们使用这样的一个实谎仪。美国有一个看门人，然后呢法官呢来考验他。我讲的这个也是一个使用的方法。一般来讲呢，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呢相关的这个内容，我想呢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要知道这些工具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想呢这就是我们所要需要的，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人们要知道。有些时候呢它比这个希望更危险，我们要知道这个技术到底能做什么。如果因为它是有一些价值的，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准确。好的，大家实际上呢特别想用这个 EEG 来控制自己的脑子的东西，其实你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呢，你可以通过这个你的想象
你使得这个灯光呢变亮变暗等等，但是你也不能够依据于它说我关这个灯不关那个灯，这个时候还不行。但是呢，我们的手做的比脑子还是更多的，我们用脑子来控制，可能还会在未来的十年之后吧，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还得承认，如果我们是老鼠，那么我们的对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呢，在现在进行的研究老鼠的这个研究中，确实是这样的。不光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它的这个细胞，这个细胞呢是哪些是代表记忆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细胞给它关闭删除，这样的话呢它就失去了这个记忆，或者是把这个积极的记忆变成负面的记忆等等，在老鼠身上是可以的。我不知道这是叫老鼠的读心术吗？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告诉我们这种技术对于人类会什么样的，还是挺令人吃惊的。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操控老鼠的这个记忆，同时呢也能够监测它的这个记忆。那么这就导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所讲的并不仅仅是读心术，而是潜在的操控一个别人的大脑的内容，是吧？那么红线究竟画在哪里呢？我们确实操纵一个已经在以任何一种方式来操纵大脑了，只是说呢技术有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今天多少人喝了咖啡或者茶？多少人喝了咖啡或者茶？比我想的少哎。那么我基本上每天都得喝咖啡。那咖啡因实际上就是一种兴奋剂嘛，我们现在都接受这样一种兴奋剂来改变我们的大脑。那么还有更好的一些药品比咖啡还好，能够激发我们的大脑，而且呢所以呢改变一些药品。比如说呢一个例子，最近呢有一个关于这个 Paranol 这种药的研究，它是贝塔阻抗剂，总的来讲呢就是治疗心脏病的。那么看起来呢这个药很多的人发现它还有其他的副作用，比如说呢一些演员在上台之前呢是可以吃这个药，可以降低这个焦虑水平。降低焦虑水平太严重了，以至于呢研究人员可能说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啊等等。所以呢有一些研究说明呢你的记忆你整合记忆的方式有可能呢吃这种药就会影响到你的记忆了。那么对于一些比如说伤害事件，受伤害事件比如说受到性侵的人，那么他要到这个急诊室的话，如果给他吃上一粒这个药在前面的几个小时，那么他就可以记得所发生的情况，但是呢和这个记忆相关的恐惧部分呢将会被分散，然后呢他还记得这件事情但是并不害怕。所以说呢这基本上可以在伤害后会帮助他恢复他的秩序。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他呢可以包括呢比如说一些证人，如果吃了这个药的话可能就不会出来指证那个犯罪分子了。在美国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个痛苦经历的这个患者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可能会得到一些治疗。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来讲呢，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呢有了这些药之后呢会减少这些创伤性的事件对人们的创伤。所以呢有很多很多的技术是可以在改变人们的大脑的。我认为呢就这个大脑激发的技术，刺激技术，我觉得这一点呢和医疗是有很大的关系。很多的医药比如说提高认知率，提高认知力的这个药，比如说有些人呢有些认知问题或者是精神
问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市场上面是有很多的这类的药品帮助，那么在这个黑市上也有很多。那么比如说你去找医生了，你想要这种不贴标签的药品也是能拿得到。那么在大脑技术方面，如果是良性的，没有副作用或者不需要进行手术的话，基本上将来的趋势也是像这些药品一样，你直接呢可以在 OTC 市场上来购买它，然后呢进行电击的治疗。可能这一点呢究竟对你是否有利呢是值得争议的。比如说呢，如果你电击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休息七个小时，睡觉七个小时，电击那个地方你有更大的创造力，这种事情有可能随时发生，但是有很多的人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另外呢，电磁激发呢也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得到广泛的采用，而且呢非常的成功，经常呢用在一些方面，包括呢MRT 的这个症状也会使用它。有一些孩子们可能呢他们是自闭症嘛，然后所以呢跟别人没有眼神的交流，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之后，三个星期以后就和人们有眼神的交流，所以呢有一些这样的疗法基于技术的是可以产生长期的利益的。现在呢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建立合理的预期以及合理的评估，究竟这个技术会带来些什么？不同的用途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门槛？比如说商业使用啊、个人使用啊、医疗使用啊、保健使用啊。那么究竟我们是不是需要各自设置门槛呢？你的说的门槛指的是什么？监管吗？不同水平的可信性上面，我觉得呢，如果它的风险非常大，我们应该更谨慎。比如说呢，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刑事司法犯罪啊，审判啊等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在很长由于这样的一些证据呢，导致一些人很长时间剥夺自由的话，我们一定在使用这个信息之前呢，要确定它这个信息的可信性。如果我只是想玩个游戏啊，在 iPhone 上面，或者是关一盏灯啊，或者是打高尔夫啊，在这个设备上面，然后用我的大脑来控制这个设备啊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它所要求的监管这个门槛就要低得多。所以呢，假想那么使用这个信息和技术产生的后果有多么严重，这会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够允许在市场上市这种设备。那我不会用这个门槛这个词，所有的人你想知道就是证据有多严格，就是使用任何新的技术是要求证据的，以及它潜在的应用是什么。很显然我们是需要证据的，这要取决于如果出了错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如果是玩个游戏当然无所谓了，但是呢如果在市场的环境下呢，我们就会小心一些。刚才呢他也谈到了这个技术，我们要创造一系列的标准，那么有关于隐私方面要有基线的培训，所有人知道呢自己的数据是归自己所有的，要有一种透明度，我们要非常透明的使用这种技术，你可以做相应的决策。那么而且呢要有准确性，就是这个技术说能够治疗这个 ADHD 多动症，它就应该能够做到这个效果。另外安全性，也就是这个应用的方式是安全的。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就是除了这个所被授权的机构之外，其他机构是不可以利用这些数据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去进行相应的判断。
它如果是完全良性的是可以的，比如说医疗方面，还是说呢，它有非常高的相关风险，我们的控制手段是不一样的。我想要倾听一下这个观众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对我们的嘉宾发言人。我想呢，确实我们有一些问题。这边啊，请提供一下麦克风，请用麦克风讲话。Hello, I'm Dana. 你好，我是 Dana。来自 Grasshop， 那么我只是想知道，你们讲了这个读心术的很多东西，但是我的头脑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些灰色的领域，你是怎么知道？有多少人喝了咖啡？我不记得了，我其实喝了咖啡，有这个咖啡机，所以我喝了。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某种事情的概念。你是否忠实地反映了，比如说这个调查，是的。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也许你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是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怎么确保人们的回答都是真实的，这是有趣的问题。在这方面呢，还可以加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呢就是如果你的记忆出了错，第二点呢就是大家理解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先从记忆出错方面，我呢最喜欢的一个研究人员在这方面非常的卓著，叫 Elizabeth Loftus， 她进行了这个 TED 的演讲，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她谈到去欺骗你的大脑，欺骗你的记忆是多么的容易。我可能去问所有的人，今天早上你们喝咖啡了吗？也许这个事实是，客观事实是没有喝，但是如果呢，我给你展示一个图片，你今天早上就是喝咖啡的图片，是你喝咖啡的图片，可能是我 PS 的，我告诉你说今天早上你什么时候喝的，在哪里喝的，然后呢它的味道是怎么样，非常非常的那个好喝，上面有这个榛子的味道，这个牛奶的味道非常浓等等。我说了半天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好像呢自己已经有直观的这种感受，而且好像尝到它的味道之后呢，你就把它放在记忆里面了。然后这个实际上是我把一个虚假的记忆植入到你当中了，但这种事情实际上都没有发生，这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的大脑很难去判断什么是假的记忆，什么是真实的记忆。我们越多的来了解大脑，可能呢我们越能够去操控大脑，就如我所说的这些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在另外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因为有可能呢去塑造和这个影响操控你的大脑和你的体验。那么有关于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经常看待世界的时候可能会塑造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的想法也可能会去塑造世界。那么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我们的想法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环境很大区别。那么究竟哪一个是正确，哪一个是错误，并不一定，只是展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记忆不一定呢就像这个摄像机一样完全真实的记录，他们是完全看依赖于具体环境的。所以呢，我想要读心，读你的心，从法律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不能够依赖于你的这个被读出来的心呢，就是完全反映客观现实的，像法庭上的记录一样，因为你的这个大脑所想的东西也不是客观的呈现。那么你很好的描述了这个认知科学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的发展，那么从这个领域当中产生出一大洞察，就是呢，当我们想到我们觉得这个记忆啊是存储的一个仓库，然后我们要把提取，我们觉得它是固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大脑呢进行很多的整合，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记忆呢要经过这个每一次你提取的时候呢，再存回去的时候都是有变化的，所以它有个编码的过程，所以它自己呢在记忆在发生不断的转型和变化。所以呢，当你想想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每一次你想那个时候的时候，这个记忆都略微有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再去想一次，这个记忆就是新的，所以没有这个单一的或者完美的一种再现，那每一次的这个版本都不一样。
非常感谢我们这一场讨论的非常有意思。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衡量人们的想象力的，或者是一个每个人的这个想象的能力的？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记得呢，小的时候呢，我妈妈跟我和我弟弟说呢，我们应该更多的看书而不是看电视，我们觉得那个挺傻的。现在我自己有孩子了，我也告诉他们不要使用这些工具，什么手机啊，我们能不能知道人们的这个想象力有没有变化？谢谢。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了。人们呢也扫描过这个脑子的不同的功能，发现呢，实际上人们在想象未来的时候，它会激活同样的一个领域，就像你在恢复或者是回忆过去的那个脑子的部分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积极的这个网络，就是你在做事就会激活。那么你一些负面的这个网络，实际上的一个休息的这个网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想象力也在这个里头，比如说白日梦啊等等，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吧。我想呢，实际上呢，这样做的话呢，你的脑子呢会有很多的这个过程，也会消费更使用更多的这个能源。我也不知道一周啊一天呢、啊、人们到底这个白日做梦做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试验。你可以让这个孩子们把手机电脑搁一边，关上电视，从这个社会活动中呢也会获得很多的东西。我们有这么多的人的举手，但是啊，你是不是之前就举手没叫着你，还是你啊？那么我们先是你，然后是他。谢谢。首先呢，我觉得你在开场白的时候你说的是干扰性的这个技术，我们讨论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更多的是这个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读心术，不光是说谁是不是困了等等，或者是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人饿不饿呀，或者是说没说谎等等。我在这儿呢有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说呢我们用它进行诊断，那么有的时候人们干了一些事儿，但他记不住了，或者说呢他会发现一些那个想法。我想知道呢有没有这么一种边界，就是你们在调查的时候人们做了一些东西，但是确实没有这个信号方面的这个信号，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技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呢，这个刚才跟他用的那个例子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可以使用这种东西来读一下脑子里到底想什么，经历了什么，而且别的方法你不知道。我想呢，这个呢在诊断方面也是有用的。我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还是令人吃惊的。有的时候呢我们所说的 MRI 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是有一个也会告诉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例子，大部分情况下呢我们是不是在研究一些其他的这个脑子里的这个现象，这还是比较神秘的。对我们来说，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影像的形象，你会看到它会在脑子的哪些部分，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脑子的这个图，这个脑子的图呢他没有听到，但是他会发出这个声音，所以说这个也会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有了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它，但是这只是从这个演示的层面上来讲。我再想说两句，刚才 Arrow 呢也说到了，
我认为干扰这些技术的干扰性在于我们觉得呢是这种程度，而且说谁能够获取到这个脑子里的这个信息，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干扰性。那么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呢，事实上有基于消费者的这个工具使得你呢即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你就可以他就可以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然后利用它，或者是呢基于消费者的这个工具，前面提到了我们不光可以有或者是像一些 Focus 这样的公司买这样的服务，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每个消费者自己可以有，他可以获取相关的信息，以前他们看不到，60%-20%的人就会说呢他们会把自己的记忆给他们的医生，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传统的获取信息的都是得通过我们的医生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信息等等，然后再知道我们怎么想的，我们怎么感觉的。那么现在呢，有了这个技术呢，你这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有这样的系统，那么传统的医疗卫生的这个模式呢就会有变化，实际上呢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呢这个消费的模式也变了，不光是说神经科学，而且呢还有这个消费者怎么样能够获取到自己的脑子的情况和他们的健康的情况等等，这个不是干扰性的，但是至少呢他会知道更多的东西，而且我们也知道有这样的技术。Hey, this was a really fascinating discussion. 这个讨论太有意思了。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panel discussed was really interesting. 那个嘉宾呢讨论了一个 invasive mind reading,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入侵式的这个读心术。But I actually wanted to challenge the panel. 我想挑战一下几位嘉宾，就是对这个来说有什么样的你们所说的一些例子，就是说的人们的记忆，但是呢不能太多的记忆人们的记忆，我们所说的 Google 眼镜啊等等，还有数字的这个记录啊等等，这是无处不在的了，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呢比读心术的技术发展还快，所以我们很难想象25年之后可能每个人是不是要依赖于人们的这个就是亲眼所见的这些东西呢，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入侵式的读心术，那么你想读什么，那你想读什么呢？ So, for me, 对我来说 I think it's about 我觉得这就是有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说你的这个记忆，我也同意你说的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坐飞机的时候然后呢有这个时差，可能你记忆就不是特别好，或者家里新生一个孩子你很混乱等等，这个记忆也不是特可靠的，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和别人在社交的时候我们把东西我们可能跟人在交往的时候有一没说，因为你头脑冷静的时候你不会说这些话，但是你头脑不冷静的时候会说了。那么如果我们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呢，我们确实呢能够了解到所有的这个脑子里的这个信息，你脑子里有什么冒了泡想的什么想法别人都知道，那么人们的关系呢就会变化，人和人的关系就会变，那是好还是不好啊？比如说你是作为父母来讲等等都会有变化，我们还得找出方法来应对适应它。我想我们是谁，我们和人怎么互动，完全取决于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私人的空间了。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体验，我们看到呢有的人呢要知道自己的情感的状况，有多少时候你回到家以后因为呢在工作中你又生气了或者不高兴了，但是呢你对孩子也不好发泄到孩子身上了等等，我们
实际上呢，对于这个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呢，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这些想法，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跟世界有更好的互动，因为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信心，我们这个讨论越来越有意思了，也就是说你相信谁能有你这样的脑子里的这个数据，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了，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好人，因为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帮助，需要技术来帮助我们内心的自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会适应它，最终你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对的。以前有一个老的古代的例子，Video libraries first came out, all of us used to check out videos, and of course the video store owner knew a lot about our taste. 您录像的东西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时呢，由于这个视频，可能有些政治家都这个辞职了，但是现在我们也适应了，适应它所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了，所以有可能呢。我们的这个脑子方面的这个工具啊是无处不在了，就可以读心了，那么也取决于我们信任谁，也许我们不相信政府，我们不相信有一些团体，但是我们可能会相信大的这个商业公司等等，完全有可能。还有很多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我们自己调整一下自己，比如说手机，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手机我要打电话了，我放在耳朵边上了，那么它的视频也会有变化，那么在未来呢，这个技术呢可能也更多的知道你，这样的话呢你自己也会有变化，你的这个行为呢也会更有效，你睡觉的时候那么可能呢你的这个手机也给你发点信号。我非常抱歉，我们就要结束了，时间的问题，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对话非常有意思，我在想请在座的嘉宾花一分钟时间想一下，来说一下有关读心术的一个东西，就是应该怎么来更好地做这个工作呢？先从你说吧。这个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讨论，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论坛讨论这个东西，也很高兴在这儿跟大家分享。我们谈到了很多的东西，都是说这个技术是有效的吗？还是说能够带来什么？实际上呢，有很多的解决方案是可用的，有些解决方案呢，每天都在改善着人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呢。有人可能对未来是怀疑的，或者是好奇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读心术的这个技术。我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例子，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应用也是得到验证的，我们所说的对病人的这个使用啊等等，我觉得我也希望使用了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看谁是脑死亡了，植物人了，到底是谁，可以看一下，因为有的人可能这个成为植物人好二十多年，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技术能够看一下哪些植物人真正的是脑死亡的，然后马上采取措施。我觉得呢，对于我们要让公众了解这个技术，而这技术能做什么？我们在谈神经科学的发展和往前发展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不了解这个，或者是人知道但是害怕，因为他们觉得呢，可能你会这个有盗梦空间这样的行为，然后改变他们的想法等等，或者是说呢，我们要知道呢，它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合理的使用。我想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呢，让公众对于这个神经科学、神经的技术有更好的了解，使用这个先进的理解，然后呢，使得我们有这种对话，让人们知道它道德的这个边界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使用。
用，我希望啊，这样的对话，我们今天这样的对话，实际上呢，就可以有更广泛的这种扩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一起呢，来看一下我们到底让这个技术能给世界带来什么。那么我们下次应该调整一下这个座位哈。最后我总是来预测未来。那么我觉得呢，这个不是读心术，我们应该去用这些技术帮助那些头脑有非常严重问题的人，精神有问题的人。那么我觉得呢是有机会的。那西方社会实际上呢，对于潜在的对于隐私的这个关注是非常大的，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去利用这种技术？无论是诊断还是潜在的治疗技术，那么来治疗这种这个精神疾病。那么因为年轻人现在有可以说精神疾病比其他的这个疾病呢，可以说带来的死亡率啊，带来的问题更大。那么二十一世纪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是很多的，我们应该有这种工具帮助这些年轻人。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技术可以就用于快速的和成功的去诊断，早期诊断，那么希望能够提供一些介入，这样的话能够去改变我们大脑的这个发展方向，和这样的话这些孩子们能够生活得非常的健康，多么好。好的，谢谢。我希望呢大家非常喜欢我们之间的这个对话，我是非常的享受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激发人们思想的讨论，而且呢读心术究竟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而且呢 What if 这样的这个讨论还有两次，那么我建议大家呢看一下日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加。现在和我们一起来感谢这一个非常出色的小组所进行讨论。